狗能吃哪些蔬菜？杨炳忠，国家注册职业兽医师。像平时咱们吃的胡萝卜、土豆、豌豆，这些狗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些我们人吃的食物狗是不能碰的，比方说水果中的葡萄，还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吃的巧克力，还有我们经常吃的一些洋葱、葱姜蒜之类的，尽量的不要给狗狗吃，因为这些食物对狗狗的肾脏都会造成一些损伤，或者是造成一些血液方面的一些溶血，会导致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，全身性的一些问题。胡萝卜、土豆、豌豆这些狗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些食物狗是不能碰的，比方说水果中的葡萄，还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吃的巧克力，因为这些食物对狗狗的肾脏都会造成一些损伤，